所以各位同学们，大家早上好。好，今天我们的幼师为大家进行点睛仪式，所以我们首先我们先邀请蔡子晴先生先上台，不代表先上台为我们的古罗马点朱砂，有请蔡子晴先生代表。
请林先生代表，我们有请到林先生代表上台。好，最后我们师团呢也要皇家要麻烦皇家俊先生为行事队提交奖杯给校长。我们的行事队在2019年华总监举办的青少年舞狮比赛获得最佳精神奖。好，掌声鼓励他们。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当事人，谢谢校长，请回座。好，接下来就是请师表演，请咱们欣赏我的表演，谢谢。
Thank you.